这样掉下来，然后会失去重心，它倒塌，它会折它根是在这边呢、啊。所以就好像你讲的问题，它是掉下来未必就是水刚好对呀、啊，它没有看时间的，一成熟它就掉了，这掉下来水淹得很满哎、欸，它没有机会插在泥潭上了，所以这种几率它不是一定有的。那么掉下来的水满满的，就是到处乱飘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它一开始飘。 它是打横漂的，对，这肯定是打横漂。当你在水还，比如说你去海边玩的时候，看到也有胎生苗在飘，有的是打横漂，有的打横漂，有的是直接飘出去的漂，这就是它吃的很过的。刚开始掉它打横漂，漂整年不死的嘞。但是它这个地方它会慢慢的吸血，让它松下来。到了一段时间呢，它在水上漂，它站起来漂，它是这样站着漂，漂到适当它伸出的地方掉下去，它还。 一样站起来，所以生命力非常的强。它会生根的，它是根一出来叶子两片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健康的胎儿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把它培植。它怎样培植呢？你不要用盐水，你会它就是把淡水剥离，所以你直接用一杯淡水，用一杯淡水，你放一些细沙下去，当它这个地方接触到东西，它根很快就出来。淡水细沙。对，然后它会来到六片叶子，这两片。 两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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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
Thank you.
来来来，不要躲在门口。
เป็นYeah.